哇塞啊，安琪亚真的是非常的美耶，已经是朝向这个全方位的艺人迈进了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。不过暌违两年，跟这个准备跟我们的粉丝歌迷朋友们碰面，心情不知道感觉怎么样？心情嘛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就是已经两年没有发行专辑，然后这次的专辑就是觉得很累，很累哦。不是啦，因为我边发片，然后还要边拍戏，就是第一次尝试到就是两个工作一起两头烧啦。对，所以就是这次专辑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我觉得再累都值得了。哎呀，所以这个歌迷朋友们要这个好好的这个帮安琪亚加油打气一下。谢谢谢谢。不过这一次听说这个专辑也特别好，去香港然后找了知名的摄影师 CK 大师来操刀，不知道这次合作的感觉怎么样？合作的感觉合作的感觉就很新鲜，然后因为第一次去香港拍照，然后跟 CK 大师就是虽然沟通上面的语言有些障碍，因为我听不太懂广东国语，对，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他拍的照片很漂亮之外，他好像有把我的内心 OS 都有拍出来，就是每一张照片都觉得好像有一些意义在里面，然后每一张照片都可以说话，就可以对，可以说出那个你的心声，对，很厉害。我问过那个广东国语没有问题啊，我看你有港觉，我就马上就港觉到了。讲是会很会讲，但听不太会听啊。OK 的，但是我相信的这个长期合作下来，以后还有机会的话呢，就可以再有拍出更不一样的这个安琪亚。那其实也想要特别问一下，因为我知道好像身为女艺人，可能自我要求比较高一点，明明就已经很美了，然后听说还要再瘦身，而且这次又是瘦身有成了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两个互相搭配。所以但是老实说一开始真的都很痛苦，很痛苦，但是就是那一段时间撑过去就会成功。我们工作人员也特别将这个以前的照片要搬出来，我们要请这个安琪亚来为我们揭晓一下，以前照片是多么不好看，我们觉得安琪亚以前就很美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的，这么自我要求这么高呢？而且他们也不让我知道是哪一张。哎呀，所以你目前还不知道是哪一张照片就是了。不知道，但应该还好啦。我就怕你在外面看了以后把一切的不好全部都给他锯断掉、砍断掉，所以我们今天唱片公司还特别准备了电锯，我是有点害怕啦，因为听说还真的是插上电，这是真的、对对对对，所以我想说，我们就闪掉，然后让我帮你拿着麦克风来这个进行把过去砍个 pose 啦，好，安心啊，我们那个待会儿再来砍哈，好，让我们看一下。对不起哦，稍微等待一下哦，把插头先拔掉，安全起见。好，我们从右手边开始看一下哦。好，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我们安琪亚，她即将在10月31号要发行新专辑，这是她第四张作品，叫做《人生要漂亮》。相信呢，大家已经在各大的媒体，不管是电视上或者是广播上里面，都已经听到她的新歌。啊，左手边再看一下下，谢谢。新歌叫做《别再撑了》，我会带你在这个中间要看一下哦，哈、中间。好，换一个方向，是不是？换照片的左手边。好，我们看到左手边来拍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一样从右手边开始看一下哦，从右手边看完了以后呢，再换到中间前方。中间前方。好，左手边，谢谢。好，左边，左上方是吗？好，左下方。右边，好，再看到中间前方，谢谢中间前方，再看一下下哦。小烈举手，小烈，好，举手这边中间，举手的正前方，谢谢。啊，因为有点重了，不好意思哈、有都有拍到了吗？好，谢谢我们的媒体朋友，那我们再不好意思，因为刚刚那个拍照的关系，我可能要看到了，未满18岁不要看哦哈。啊，又有，我们每个人都害怕，请小心，请小心。我们就发现请艺人很难当了，女艺人除了对自我要求很高之外，除了瘦还要更瘦，专辑歌曲都要很好听之外呢，我们连在做这个通告的时候都很辛苦了，还要真的拿电锯，而且怎么卡都卡不掉，其实。我想经过这一次呢。
小心小心，哎呀，好，我们先把这电源先拿掉吧，谢谢谢谢。今天最困难的，因为要90度，然后再加上高跟鞋的那个鞋型，你要一直压脚背，就是脚背就是会濒临抽筋这样子，然后又看不到脸，所以要挺起你的胸，然后再把镜头的脸转到镜头，我觉得这动作真的是很蛮逼人的。嗯，对，所以这一张照片可能是你觉得比较辛苦的一张了，是不是？比较辛苦的一张，对。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照片，我都非常喜欢。哎呦，那我倒是要提提，听说有里面有一张比较带着中性的，然后是穿着西装的安心雅。哦，对，那其实那一卡拍了非常多张，然后每一张都很漂亮，就是大家都很难挑。对，然后目前大家看到的那两张，其实是就是算里面觉得比较还好，里面还有更帅的。对，然后自己在拍的时候，因为穿西装，自己就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穿西装有这么帅。对，然后那次就是因为自己觉得帅之后，拍照起来就很得心应手，就是眼神什么的啊都很到位，很杀的。所以即使是第一次穿上了以后，那个感觉看到镜子的自己不一样了，就觉得哇，马上有那个自信哎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人生真的都要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，才会发现自己不一样的可能。嗯，这倒是真的。当然，其实这次《人生要漂亮》专辑在10月17号，也就是明天即将开始进行预购了。对，哎，是明天啊？对啊，10月17号就是明天了。今天是16吗？也是。哦，明天就要开始预购了，要数量重一点。Yes， 所以10月31号就要跟我们歌迷朋友碰面。而且他们说这次预购还有送一个年历本，对不对？对，年历，对，我自己也没看过，有吗？有打样吗？没有打样，但是呢，我们到时候届时就会让这个歌迷朋友们拿到这个2017的 Bible 的年历卡。对，年历卡。也希望呢所有的支持安心啊，这个媒体朋友们先捕捉一下。安心雅的《人生要漂亮》专辑，但是刚刚有特别提到了，在明天10月17号开始在各大通路预购之外，10月31号月底正式发行。也要请各位歌迷朋友们多多支持安心雅。那我们先从左手边再来看一下，谢谢。左手边已经都 stand by 好了，然后在目光慢慢的移到中间前方。再来右手边的朋友们也要照顾一下。Amber 右边。还要补拍的麻烦请说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中间前方，然后再往左手边移一点，这样 OK。 好，那我们让左手边的朋友们先拍一下，刚已经换了一个角度，让左手边的媒体朋友们先拍完之后，好，中间前方再看一下下哦，谢谢。好，中间前方白色衣服哈，好，放到中间下方。右手边需要拍吗？还有没朋友有没有拍到的，麻烦请说一下哦。好，这左手边是不是？对不起，左手边再补拍最后一下哦，最后一轮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我们要准备进行电子媒体联访，请各位记者朋友们再往台。